爸，麻烦你了。I want to go back to New York。七十岁的他，这一次碰上了大麻烦。都给你准备好了。Don't make me angry。我要说错什么了？鸡同鸭讲，铁汉也疯狂。一下子跟那龟哭，一下子跟那龟哭，我跟他实在沟通不来。This old man eats awful food. 讲华语 ，OK. So, are you a hero? 狄龙，轩轩，我没想过要回来。荣获澳门电影节四大奖殊荣。真的要来生的话，我答应给你们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。哥哥，一个真情催泪的故事从这里开始。周日黄牌影院，我来自纽约，9月4日，新卫 HD 电影台全台首播。